相声演员之徒，著名相声演员曹云金。谢谢。也就是你换二一个人能把自个儿绕糊涂了。不好说这个。跟您在一块表演的特别的高兴。是吗？您是家喻户晓。啊，你捧我。大伙儿都认识您。嗯。用我们这个行业术语啊。怎么说？您称之为腕儿。那都黑话，别学这个。嗯。大腕儿。你看这。就是等于明星啊。他们夸我。嗯。您是腕儿。哎。您是腕儿。嗯。腕儿。腕儿。瞧见打狗的远着点儿啊。您是著名演员，别捧我了，大伙儿都认识您。嗯，不光您在中国境内有腕儿啊，在国外您也有腕儿，外国人也知道我。好，好莱坞是吗？荷里活投资拍一大片儿啊，您的男一号。你这事儿我都不知道啊，哪个戏啊？木乃伊三。我演的是木乃伊啊，那活得厚了一点，缠上那个啊，嗯，倒是暖和，嗯。家喻户晓，就别说这句了。都喜欢听您的相声，大伙儿捧我，我也爱看您，你也爱看，我当然爱看您。嗯，不爱看您怎么能拜在您的门下？你也有那糊涂的。我跟我师父，嗯，我跟我师父是从小长起来的。对，在这么多徒弟当中吧，嗯，我算跟您住的时间长的。因为这么多的徒弟里边，他算住的时间长的。嗯。孩子没有必要挤兑我吗？我听你说话有点不是特别利索。嗯，什么邪头？嗯，从小跟着您。哎，打小的时候在家住了有3年，没少吃我。嗯，什么叫没少吃啊？正是饭量大的那些年。嗯，这3年没少学东西。那是3年学徒，2年效力，老先生定的规矩。其次呢，就是3节2寿啊，这给大伙儿来介绍介绍。5月节、8月节、春节，这叫三节。出了师以后，嗯，得上师傅家去，得去看看师傅，看看师娘。嗯，什么叫两寿呢？什么呀？师傅过生日，师娘过生日，做徒弟应该去的，必须上家里去，得花钱。嗯，您的生日1月18号，他都记着呢，记得清楚吧？嗯，我的生日1月26号，差着好几天呢。我就纳了闷了，什么？每年过生日您都在我头里。哎。我就不明白了，怎么为什么每年都在头里啊？因为有一年在头里边，后边就年年在头里边。1月18号过生日。嗯，我师父非常的客气，对，每年都告诉我，孩子，我18号过生日，不用买什么特别贵重的礼物，跟他们说一声，买一个便宜点的就行。你听听，但是呢，这个你送我的礼物决定你的礼物的贵重。开个小玩笑。嗯，很和蔼的老师，善良。嗯，对我特别的好。对，去年过生日还记得我给您买的什么吗？你买过东西吗？我给您买了一块象牙的张料，仿象牙的那个，不是仿象牙，真的象牙的那个，得有4两多沉的。有这么沉吗？这么大的一块张料，我记得特清楚。我知道您喜欢象牙，我酷爱这东西。嗯，哎，就给您买的是象牙。孩子孝心。前些日子我师父得着一样宝贝，你给大伙儿说说。象牙的扇骨，你听听，上面带微雕，你听听，嘿，你听听，嗯，嘿，这边雕的是诗，这边雕的是画，嘿，孩子，瞧瞧这个，嗯。您这了不得了，开开眼吧。这是清末最著名的微雕大师雕在上面的，那人叫于硕，太讲究了。嗯，您这值多少钱？嗯，10万。你看看，10万。我是这声音吗？10万。我再来一点。10万。没事，就小时候没好好管，大了没个人样，知道吗？10万。嗯，我说您这太贵重了，您收着吧。嗯，我这不值才10万，你看您手里跟你那比不了，你那300多呢。您没有必要挤兑我。没挤兑你啊，对比一下嘛。东西是真好。嗯，孩子，再给你瞧瞧这个。还有好东西。扇面，你瞧瞧，专门配我这扇骨的。嗯，我拿过来一瞧，太讲究了。嗯，这个扇面4个大字正大光明，你看看，写这个字儿的人了不得。谁？乾隆。你看看，正大光明。嗯，这提着了《乾隆书》
赠与郭德纲先生。他写的是与德云班主共勉啊，所以说明您这是真迹啊。你这是骂我？你这从来不说瞎话。乾隆能写同志，他得写先生。就说明什么呢？这是一些小玩笑，搬上舞台就可以给您表演，跟您念叨念叨。相声演员观察生活，艺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，常说的话，这就是相声演员的逗。不错，四门功课，说学逗唱都得会，哪门都不容易。那是，说嘴里得干净。其次呢就是学，学最重要，学得多呀，什么都得学。是，什么都是我们的老师，应该的嘛。像您都能学什么呀？我反正天上飞的，地下跑的，草坑里蹦的，水里浮的，眼巴前的东西吧，能学个一样。您虽然是我师傅啊，这些话您说的有点大了。这还搂着说呢，这人没羞没臊，我跟您说。说话呢，这样说话，我打死你了。暴力不能解决问题。我是以理服人的。这是以理服人吗？我打死你！我告诉你，一会儿打得过我？废话，我雇人打你。哪儿那么些说的？天上飞的，地下跑的，水里浮的，草坑里蹦的，您都能学？都能学。那您给我们学一回。学什么呢？学回天上飞的。天上飞的，我学一什么呢？您学一云彩。您学一塑料袋怎么样？您学一卫生纸，扭曲一点，不脏得慌吗？您能学一大卷儿。这大小没好好管他，你知道吗？那您学一地上跑的。地跑的，哎，对，地上跑的好学，只要是长腿咱们都能来。长腿就行，没问题。那您来一马粪。那是人话吗？马粪那能跑吗？我在后踢他。你这个业余生活实在太乏味了。我来别的吧。您来水里浮的。水里浮的倒行。您来浮萍。讨厌。我学一草坑里蹦。哎，草坑里蹦的。我来什么呢？蚂蚁。那蹦吗？那玩意儿蚂蚱。你学一蚂蚱。那脸都不会动是吧？我这表情那么丰富，不糟践了吗？那你说你能学？你说这叫抬杠，你知道吗？你甭考我，哪有学生考老师的呀？这四门您不能学，我就能学。你能学这四样吗？天上飞的，地下跑的，水里浮的，草坑里蹦的，这是相声演员的话佐料，但是我就能学。曹云金你可太狂了。不狂，这搂着说呢。天上飞的你能学什么？蚊子。不一定像啊，学一点抽象的东西，您瞧瞧，有这么一点感觉，来回试试。学一蚊子。蚊子。我把它拍死！我告诉你，地上跑的，地上跑能学什么？老鼠，老鼠，哎，真有遗传。水里浮的能学什么？鲶鱼，鲶鱼都能学。来，我瞧瞧。您还别说，还真像，这来点茄子一咕嘟。草坑里蹦的，草坑里蹦的能学什么？何云伟。哎哎，这可不对啊。何云伟吗？我师哥，外号地里蹦子。这跟尺寸没关系。学一何云伟，您瞧瞧像不像？来，我看看。你学得很秀气。很秀气，甜根儿。说学逗唱什么都得学，都得会，传统的现代的都得学。那刚才是肢体语言。好，现在咱们学一点实际的啊。什么呢？传统的东西我们要学什么呢？那太多了。什么戏剧啊，曲艺啊，什么各种小曲小调啊，这都是传统的。对呀、现代的包括现在相声演员很少学的流行歌曲。流行歌曲啊，我能学。真的假的呀？学一回试试。来回试试。行，学一回流行歌曲。我这徒弟里边没有会唱歌的。我唱一回。来回试试吧。流行歌曲来回。港台的哦，著名歌星。好，张信哲。啊，张信哲。张信哲谁徒弟？没有师傅。没有啊。没事，港台的啊。海星。
好、哦，来来来，港台这个张信哲，嗯，学一学张先生，嗯，人家号称情歌王子，你来吧，赶紧学这港台情歌王子，咱们听听有没有风台味儿啊？不一定，嗯、风台，港台吗？港台一点皮毛，来回试试，不一定像啊，唱两句听、哎，很抒情，嗯，一定要入戏，要一个好的意境，嗯，这个儿打完了好唱，嗯。两瓶啤酒，这是不了不了。难道我就这样过我的一生？我的吻注定吻不到最爱的人。我不能，我怎么会愿意承认你是我爱错了的人？缺一点皮毛，嗯，包括说跟他反差比较大的摇滚派歌手，好，郑钧老师，这摇滚你也行吗？没问题，来先摇，摇完了，学一个，郑钧老师的名段，哪段？灰闺女，乡村版的，郑先生比较颓，嗯，这就是缺觉，嗯，怎么会迷上你？我在问自己，我总是伤你的心，我总是很残忍，你并不美丽，但是你可爱至极，哎呀灰闺女，我的灰闺女，这歌适合割麦的时候唱，怎么样？乡土气息很浓郁，不错吧？不赖。刚才学的都是老歌，今天咱们学一个新歌。有新歌吗？新歌，香水无毒。我怎么听人说都有毒呢？我这是香水无毒，提纯版的啊。著名歌星什么什么林啊？王文林演唱。长发披肩一老太太，我跟你说，亏心了，孩子。王文林说相声，德云社的大秃脑小老头啊，哪儿长发披肩老太太，什么林我忘了、啊、反正学人这歌曲吧，香水无毒，哎，这我们得好好听听，尤其是歌词特别的喜欢，嗯，头一句反复的唱都不腻，是吗？嗯，来，头一句好听极了，你一块儿学习学习。我曾经爱上这样一个男人，他还有这经历。没大样，怎么了？捣乱吗？不是什么词儿，你唱的？捣乱吗？谁跟你捣乱呢？我这歌不瓷实，你捣乱忘了。我刚唱一句，能忘到哪儿去？找不着了，算谁的？你慢慢找啊，拿来。算你算我的？别闹，听话，好好的啊，来唱。没大样。我可爱听你唱这段了。欺负孩子，你这，石龙池那一会儿乱了。对对对，这就快乱了，这就嗯。别闹啊，我们孩子唱歌了，别闹、啊、嗯，捣乱。我唱这高了啊，高了，我听出来，听出来了，听出来了。我曾经哎，比刚才还高。我曾经哎，我曾经爱上了这样一个男人，他说我是世界上。您是京剧团开除的。不对，替我找着了啊！问题太高了，没有那么高，要低下来啊！对对对，要低下来，低下来就不会像青衣了。竟爱上这样一个男人，哎，吓我一跳，吓我一跳，心跳出来了。我曾经爱上这样一个男人，他说我是世上最美的女人，我为他保留着那一份天真。